这世间没有什么词语比虚惊一场更动人的吧。心心念念所想的事情最终都会得偿所愿，就算是上半年觉得自己有点背，整个人非常的丧气，那也不要失望。只要你心里有着朝气，那终有如愿以偿的那天，幸福永远不会缺席，只可能晚到而已。来盘点一下12星座当中下半年运气爆棚最容易愿望成真的星座有哪些吧。白羊座，白羊座之前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，但是工作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，反而同公司阿谀奉承的人晋升得更快，白羊座就会在心里怀疑自己是否也应该投机取巧，不应该脚踏实地的工作，这样谁也没有注意到自己。但是白羊座就是突然想想而已，这个念头很快的就被抛到脑后。白羊的事业心非常强，而且自我身负欲强，他们不屑用这种方式成功。白羊座虽然成功的慢了一点，但是努力总是会被看到的。只要白羊座下半年继续保持着对工作积极向上的态度，他们就离愿望成真的那一天也不远啦。双鱼座，双鱼座在上半年会被身边的朋友塞满狗粮，作为单身狗的他们下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脱单，找个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谈一场恋爱。其实双鱼座的身边并不缺乏异性，只是他们宁缺毋滥，如果不是对的人，他们宁愿单身到底，也不愿意凑合着过日子。双鱼座会一直期待着对方的出现，能入双鱼法眼的人肯定查不到哪里去。双鱼在下半年会得偿所愿地找到自己的良人，因此还在单身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，就算是爱情来得迟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水瓶座，水瓶座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但是无奈生活所迫，只能一直待在非常舒服的地方。水瓶座在上半年其实都是强颜欢笑，毕竟待在从心眼里抗拒的环境，任谁都不会开心到哪里去。水瓶座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换个环境，又害怕新环境也依旧是不遂人意，那不就是瞎折腾了，于是就在一边嫌弃一边生活。下半年的他们终于鼓起勇气换个新环境，敢尝试就是好的开始。水瓶座下半年会如愿以偿，待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面。摩羯座，摩羯座对工作战战兢兢，他们丝毫不会懈怠工作，但是他们会在工作当中迷失了自我，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定位，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对待工作也是傻瓜式的操作，每天都在按部就班的工作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但是在下半年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定位，并且不断努力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